你们演之前我想说一个，欧文今天这个造型我以为是法老他弟。有一丝神似。一会儿上一轮是法老他弟，这一轮法老他弟。我觉得 A3 你今天这个衣服穿下来你跟我爸长得好像，这组里有一个是我的双胞胎弟弟。法老他弟。太搞笑了。